去起点，结石，好了，他把站关了。我这边直接针对了，直接去对面啊！秒倒，死！可以，鸟很及时。那这波他也走不掉。我这波有点炸呀，炸就炸在前锋被摸好了。你秀，那我挂你。这次还回去偷了，我日，真敢偷啊！这电击秀完了，压迫吧，压好了。
医生摸人去了，把他赶走，没特音器，应该去捡特音器了。 讲真，这把闪现没有那个近身意义大，穷，太穷了，下次带个近身吧。 带近身都比闪现好，亏死！小木屋没看见人啊，先知，追一下吧。 哎呀妈的，什么判定啊！你这让我很难受啊！ 算了，反正这把他们也没机会。
磨起来的。 他躲了一下，应该有一个翻窗加速。 等一个不认。 都在修。
真的假的？这么短，我都晕了。这么短，我都晕了。补枪是卖的，果然肯定不会卖。 人皇最后一台，可能他们要重新修二楼，有人重新修了。 最后一个在这上面。 我怕他电机加好了。哦，地窖没刷到这儿。 运气不好。
黑妹，在二号上号。这边应该是魔术，限制的话肯定马拉松，只有魔术。惊了，这是个毽子！哎，怎么回事？你反向拉板子了？ 我只下来了，还有一台没人修啊，就这个方向。 这边没刷椅子，真的难受。这边刷个椅子，这电机我就必收，不刷椅子。 压好了，那轻轻松松就压好了。
完了，平不了，过不去。太远了。哎，炸的这个炸就炸的没椅子，妈亏死我了。在电机旁边刷个椅子，我就不会挂不到人，都得倒。妈运气真差。跳箱。这个应该是个先知。被火歪了。哎呀，犹豫了。
这么膨胀的吗？可以，连让他阴气，终于给力了一局。这谁呀？前锋不用管，亏了。没看见他，所以亏了。搬回来了，他倒地了。
这小兄弟喜欢搞事情啊。该砸我！他肯定要回去摸。修不完，不用打。
不救了，现在来救了，不救了。 这位置真的卡着我了。嗯。 这么快吗？
怎么会这个人卡了我一下，我日！ 哎呦，谢谢了，这比卡一下还刺激。 这比卡一下还刺激，不会又卖吧？OK， 这边是抢救的，再卖就过分了。 你爱救不救？我贴连手，丢两台，最后一台是应该是不出意外是这台。 没翻车加速了。
完了，我有点炸呀。护臂全交了。挂黑妹我不就被揍了吗？挂黑妹，而且黑妹才一挂，佣兵虽然没护臂，但这边应该交替电击。这波失误就严重了，方心脏点的不对。他直接开门去了，都不救人。怎么回事？瓜皮！
看到塔开了，这运气也是没谁了，机械师。 应该还有人啊，跑对面修去了，简直，反正全下了，下了三块，见过怂的，没见过这么怂的。 笑啥呀你？他在这边喷个香去，我没看懂啊。我发现他们真的怂，我都一点心跳都没，板子全都给你下了，不是很懂。 卖掉了，直接走吧。这还给你救到了。
哇，我很难受，他真的就敢救我，他这边又要开车，到三号站。 我靠，压好了，你敢信？就这点时间压好了。嗯。 能赢那局啊，平了。这主要那一波，这吉尔斯是真敢救，我以为他不会救。 人家跑过去救人了，修小木屋啊。 小门肯定有人，红蝶啊，抓条枪了，我日！ 什么情况？该不出来，想砸他一板子。没了。
不过你也被震慑了吧？这群人真的吓人，我的天！ 没咯，输定咯。